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各位爱心人士，你们好，非常感谢大家可以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来了解我家情况。我叫龚亚，家住湖北省宜宾县沙道沟镇。上个月18日，我和老公唐辉明因为工作原因去做了一次入职体检，本来普普通通次体检，却查出了意外，老公的彩超发现肝脏部分有阴影。先建议到市级进一步检查，市级检查结果为原发性肝癌。得知这个消息，感觉天都塌下来了，这么年轻怎么会得癌症呢？但是检查报告让我们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，由于病情严重，从市级转院到湖南肿瘤接受手术。就这样，一次普通的入职体检彻底打破了平静的生活。本来家里经济条件就很一般，我和我老公都在外打工，收入并不高，到目前没什么积蓄，现在手术费和后续费用对于我们这个家庭来说压力很大，希望社会爱心人士伸出求助之手，帮助我们度过难关。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，我们也一定将这份爱心传递下去。所以你的每一次正视和转发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和帮助，感谢大家。好人一生平安。中国宣文网免费发布求助信息说明。一、对象宣文县境内生活的居民，在外生活的宣文籍人。二、范围寻人求助、重大疾病求助、受灾求助等。三、程序。一、提供求助对象身份证照片、求助的相关照片、情况说明文字。二、及时与我们取得联系，经核实后发布，也可提供轻松筹等平台链接给我们。四、联系方式 ,QQ,26319981910, 号 ,OYANFLY, 有福利，识别上方图标进入宣恩电话本，可查找宣恩党政机关及各行各业电话，盖烟自滴水之家，微博 ,@ 宣恩发布，适合欧阳张平 at 梁平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